人间世代流传着双子星的传说，他们本是共同守护凡世的天神，为人们所供奉，但他们却因争夺主神的地位而反目，争斗打破了人间的平衡，供奉他们的石像爆裂，诞生了名为年的妖兽，为祸人间。于是两位高傲的天神定下约定，谁平息这场劫难，谁就是人间主神。他们志得意满地降临人界，得到的不是欢迎，而是唾弃与咒骂，因为带来灾难，失去了凡人的信仰，力量也逐渐流失。所谓的神是应人间需要而生，天神终于醒悟，为守护人间，他们放下恩怨，共赴生死一战。人间终于恢复了安宁，天神们也重返天界，但这场因争执而起的劫难成为了深刻于心的裂痕。为了避免灾难重演，双子星此生彼落，分别守护人间的白昼和黑夜，他们也许永生不见，也许明天就会相见。射穿虚伪的剑，有着光明的去向。今夕复何夕，共此明月光。